婆婆，自从离开洛阳以后，令狐冲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婆婆和竹前辈，想念那些在绿竹巷的日子。我在梦中还见过婆婆呢，要不是还想和婆婆再见一面，令狐冲也许。 也许，婆婆。 刚才还有很多人跟我在一起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，他们为我治伤，陪我喝酒。 我好不快活，可是突然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一下子都走了。师父、师娘走了，小师妹也走，这么大的山岗上，就只剩下。 奇怪，刚才还听到声音，这会儿怎么又没了？这五把钢上
不是有很多人吗？怎么空荡荡的？没准啊，是被咱吓跑了。没错，那妖女一定还在周围，咱们四下找找。少侠，我被仇家追杀，请闪在一旁。仇家？婆婆怎么会有仇家？哦，是不是那圣姑知道了《笑傲江湖》曲谱在婆婆手中，来找您的麻烦？正是，我的仇家已经到了。凉棚里有人，咱们进去看看。贱妾一人独居，夜深不便相见。刚才是你弹的琴吗？正是。你再弹几下。素不相识，为何要为阁下抚琴？素不相识，恐怕未必吧。你说你是孤身女子，半夜三更在这五霸岗上做什么呢？是啊，这女子多半与那些妖邪是一路的，走进去。等一等，你是谁？鬼鬼祟祟躲在暗处。华山派令狐冲，参见少林昆仑两派师兄。你倒是认得出。昆仑少林两派高手的风范，谁不识得？你既是正派弟子，为何也躲在这五霸岗上？三位师兄不是也在这儿吗？既然婆婆不想见你们，你们又何必强求呢？哼，小子，里面的人你叫他什么？这里面是一位年高德少、与世无争的婆婆。婆婆？她的声音没那么老吧？婆婆唱歌唱得好听，又有什么奇怪的？婆婆的侄子也要比你们三个人大好几十岁呢。笑话！走走，站住，让开！你也是华山弟子？是又怎么样？还可以的。算了，这小子不会武功。三位师兄，这棚中的婆婆与在下有救命之恩，只要在下有一口气在，绝不让三位进去冒犯。我数三下你不让开，休怪我不客气。且慢，就凭你这剑？在下虽然内力全失，可是这剑却……少侠，婆婆，晚辈还活着呢。多谢婆婆雅奏。你舍命力抗强敌，使我不致受辱，该我谢你才是啊。婆婆说的哪里话，那是晚辈义所当为。现在强敌已退，你不必留在这里，免得引起误会。婆婆，你要我走？难道你不去找你的小师妹吗？我能去哪儿？好，既然婆婆让我走，那我就走。不过婆婆……什么？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走之前能不能让我见婆婆一面？你在绿竹巷不是已经问过了吗？怎么旧话重提？我想知道
婆婆的样子是不是跟我在梦里梦到的一样？不，一定不一样的。你去哪儿？不知道。你的伤不轻，孤身行走实在不妥。多谢婆婆挂怀，反正晚辈的伤也是治不好了。就连杀人名医平前辈都说，晚辈还有百日之命。早死晚死，反正都是死。死在哪儿，又有什么区别？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婆婆要去哪儿？我被那圣姑所逼，受了伤，才逃到这里的。你一走，圣姑肯定会来找我的。婆婆不过是接受了我的一本琴箫曲谱而已，她为什么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追杀您呢？你跟她不是只用剑说话吗？我还真没想过，如何跟她面对面说话呢？你都没和她面对面说过话，怎么能臆断猜测她能放过我呢？这……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一路护送我到我要去的地方。我送婆婆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我都可以陪婆婆去。好，但是有个难处，我的相貌十分丑陋，不论谁见了都会害怕。你要答应我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看我的脸。好，我答应婆婆，只要能和婆婆在一起，怎么着都成。婆婆请稍后，我有点事儿要办。平前辈的大恩大德，晚辈永世不忘。你好好活着，自是报答他了。走吧。婆婆小心。婆婆，我还是想不通，为什么平前辈、祖先生他们会如此对我？您见多识广，能不能告诉我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只是仗着你精妙剑法护身，不是什么先知先觉，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。是，婆婆。啊，婆婆，您说自己面貌丑陋，令狐冲实在无法相信，您就让我……婆婆尊容可真是难见呐。你答应过不回头。大丈夫岂能言而无信？走。好，大丈夫岂能言而无信？婆婆，令狐冲只是想不明白，像婆婆这样年高德少、与世无争之人，为什么却对自己的相貌如此在意呢？而且据我判断，婆婆年轻之时，那一定是倾国倾城、貌若天仙、闭月羞花，没大没小、油嘴滑舌，怪不得你那小师妹不喜欢你。你怎么了？哎，你听听，你听听，我的胃在对我的肠子说，这婆婆是天上仙人，不食人间烟火，可咱们不是啊，咱们得弄点什么东西吃。
不许贫嘴了，快走吧。好。哥，女儿快吃啊！大哥，这儿离你爸庄太近，咱们是不是吃过了就走？掌柜的，快点，吃过了我们还赶路呢。哎，我说，你带两个兄弟辛苦点，到外面放风啊！要是看见圣姑他老人家，咱们就扯呼，快去。好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，走。令狐公子，兄台，你这是？兄台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天前刺瞎了双眼，早已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我本想立誓绝不敢有半句多言，只怕难以取信。你们这都是干什么呀？都给我住手！婆婆，快救救他们吧。好，我信得过你们。东海之中有个盘龙岛，可有人知道？我知道，福建泉州东南500多里海中。正是，你们这就走，到盘龙岛上去玩玩，这辈子不用回中原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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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喂，婆婆，您这是？婆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们为什么那么怕你？你凭什么对他们那么狠？你真想知道吗？你肯告诉我吗？你要是想知道，自己回头看。你不是绿竹巷中的那个婆婆，你不是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敢告诉我吗？你敢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你不敢，你连脸都不敢让我看。我怎么那么傻，居然还想保护你？你的脸都可以杀人，都可以让那些汉子放逐荒岛，你凭什么还需要我这样一个将死之人保护你？好，既然你不敢出来见我，我就走。大师，就在前面。
大师，就是这支曲子，这回他们可跑不了了。阿弥陀佛，请问是哪位昨晚在五霸冈上伤我少林弟子？老衲方生等候高人相见。方生大师，跟这等人有什么可说的？他一定在房中，待弟子把他揪出来。且慢，大师，华山派弟子令狐冲拜见大师。大师，杀我师兄的就是他。施主，既然你是岳先生的弟子，不知为何缘由要对少林弟子如此？大师，各种缘由还请大师听晚辈解释。晚辈身受重伤。你胡说！你当真身上有伤？晚辈不敢说谎。少侠，你过来，让我瞧瞧你的伤势。好。你不是华山派的。晚辈确实华山弟子，是恩师岳先生所收第一门徒。那么你的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旁门左道的邪气？这些都是别人强加于我的，晚辈也终日受此折磨。哦，阿弥陀佛，原来如此。妖女，出来吧！啊！嘿！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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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啊！阿弥陀佛。嘿，大师。你是魔教中的什么人？魔教。老衲昔日与东方教主也曾有过一面之缘，扔下兵器，我也不会来为难你。你随我回少林寺听从方丈师兄的发落，否则。大师，这婆婆。你叫她婆婆？这婆婆与晚辈有救命之恩，虽然她出手未免狠些，但是令狐冲不会让大师带走她。你，晚辈斗胆，恳请大师放过她。你知道她是什么人？我才不管他是什么人呢，他是魔教中的大魔头。况且你内息已乱，使不得力的。大师，令狐冲是一个将死之人了，我只知道在这世界上只有婆婆对我最好，我不管他是魔教还是别的什么，我一定会护着他。既然你如此固执，老衲也是无法。少侠，请得罪。哎。
风清扬前辈的剑法，世上居然尚有传人。风前辈当年与少林寺有恩，今日之事，老衲无法自作主张。哦，这是少林寺的疗伤灵药，可惜只有一颗了。多谢大师。独孤九剑的传人绝非妖邪一类，只是少侠，老衲还盼少侠早日回头是岸。哼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岂能失信于人？少侠，你身上的伤须当练成高深内功，或可治愈。以老衲之见，少林寺的易筋经或许有用。少侠，要不然你随我回少林寺去。易筋经乃少林至宝，晚辈不敢奢求。阿弥陀佛。婆婆，你受伤了吗？死不了。你怎么样？那和尚好生厉害。我没事儿，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。那你就在那儿好好待着吧。婆婆，刚才方生大师留下一颗药丸，你吃了它就会好的。我不吃。他打伤了我，又来做好人，没那么便宜。那怎么行呢？你一定要吃，吃了它，就会好的。我给你送上去。不。你的伤重，你吃吧。不，你不要进来。婆婆，婆婆，这里就我们两个人，干嘛老叫我婆婆婆婆的？你少叫几声不行吗？那有什么不成？只要你把这药丸吃了，婆婆，你把门打开，让我把药丸递进去。婆婆，我说过我不吃。你都已经走了，为什么又回来？我说过我要保护你，又岂能言而无信？再说，我怕我。怕什么？我怕我要是真的离开了你，在这世上恐怕再也找不到像你对我这么好的人。哼，你说的没一点正经的，难怪你小师妹不喜欢你。你生气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这个人说话从来没个正经的。小师妹不喜欢我，师父师娘也不喜欢我。
你不要难过，他们不喜欢你，难道这世上就没有别的人喜欢你了吗？喜欢怎么样？不喜欢又怎么样？啊，婆婆，你真的是魔教中人吗？刚才那和尚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？你还是快走吧，免得让人看见了，污了你的名声。我令狐冲从来就没有什么名声，只可惜你的箫坏了，要不然我们倒可以学一学刘师叔和曲阳长老，来一个琴箫合奏。你胡说些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想不到我令狐冲将死之时相伴的竟是一位从未谋过面的婆婆。你别胡思乱想了，赶快把药丸吃了吧。我令狐冲是将死之人，何必再浪费这疗伤神药？再说婆婆是前辈，理应笑纳才是。不要争了，你吃了吧，不然婆婆可要生气了。好，那我就遵命了。好，啊，好苦啊！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啊，哎呦，这药有毒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啊！圣姑，你是圣姑？我是圣姑，怎么样？你骗我！我没有，是你自己叫我婆婆的。我真傻，其实我早该想到，是你要老头子祖千秋那些人来找我，要我师父怀疑我。你早就拿到曲谱了，为什么还要陷害我？我没有。你有？我。摔得好，摔死我算了，谁也别理我。Yeah.
烧得旺旺的。哎，老头子，我好像听见有人在说话。你别吓我。哎，不不不，真的，好像是令狐公子和圣姑。什么？你听到了圣姑和令狐公子说话？说什么话呀？嘿，当然是情话。啊，哎，拿着。你说的什么情话呀？你想想，要是圣姑和令狐公子在一起，会是什么样子？啊？会是什么样子啊？英雄美女般配的一塌糊涂。哎，我说啊，想要活命，你就别管他，什么都别想。哎，就算碰上了，也得赶快逃。嗯啊，哎，哎呀，这我看呐，圣姑不会在这儿，咱们呢还是下山去吧。哎，再找找，那山下客栈中那少林弟子就是被这圣姑所杀，啊，圣姑啊，一定就在附近。哎、接着，嗯，咱们设宴请令狐公子，他老人家可真是不高兴了。到时候见了圣姑，咱们还没说话，就先被他老人家咔咔。嗯，倒也是。嗯，不过黑木崖要抓圣姑，这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。嗯，圣姑平时待咱不薄，咱总不能看着他遭殃吧？是啊，要是圣姑被东方教主抓了，咱们这些人可惨了。没有了圣姑，那三尸脑神丹那就没了控制，比死还难过。要是圣姑被人给害了，咱们也就自我了断了吧。哎，要是令狐公子在这儿就好了，咱们可以把黑木崖的事告诉他，让他转告圣姑。也许令狐公子帮我们说些好话，圣姑开恩，从此就解了这三尸脑神丹。嗯，令狐公子倒是有情有义，我想到时候他一定肯帮咱们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但愿令狐公子不要辜负了圣姑的一番美意呀。哎，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令狐公子对咱们是不错，可是呢，他终究是华山派的大弟子，你说他能不替华山派？华山派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嗯，圣姑可是日月神教的圣姑。嗯，那华山派是没什么了不起，可神教与这些武林门派恩怨太深，你看那个岳不群对咱们可是一脸的瞧不起。哎呀，令狐公子对他师父是言听计从啊，要是岳不群不答应，圣姑和令狐公子的一桩美事那岂不就……对呀，咱们干脆抓了岳不群，逼他同意。要是堂堂的华山派掌门人跪在圣姑面前求亲，那圣姑一定是很开心的喽。啊，对呀，只盼令狐公子早日相遇。嗯，圣姑与他结成神仙眷属，到那个时候，对对对，江湖上可就太平无事喽。对，是谁在这里胡言乱语？哎呦，圣姑饶命，小人胡说，我们这就远赴西域，再也不回中原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快走，快走，站住！是谁要你们去西域？我有件事要你们去办。圣姑请吩咐，小人自当尽心竭力。我要杀一个人，一时找不到他。你们传下话去，哪一位江湖上的朋友杀了此人，我会重重酬谢。酬谢是不敢当的，只要圣姑要这个人死，就是追到天涯海角，我们要把这个人宰了。
请问圣姑，你要杀的是哪一位胆大妄为的恶贼？此人乃华山派弟子，父姓令狐，胆名一个冲字。咦Yeah.